台湾的王金平，会当率领着各地王室的宗亲，到这个原乡制作纯金。啊，你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啊，各位，咱请一波，咱请王秘书长来提提哈，咱这个。恭喜李书记，请甲咱大家人鼓鼓腿，大家来欢迎咱啊！李书记来欢迎。李书记，咱各位咱的乡亲，各位咱王氏宗族，下咱只有落乡的姊妹，各位贵宾。金平回原乡制作纯金，第三就是延平文主事。金平以作文表达对延平君王嘅成功嘅感念和尊敬。感念之，就是有了延平君王嘅成功，化身作漳州人士王文义。到台湾，到今仔日，台湾的王金平会当率领着各地王氏的宗亲，到这个原乡制作纯金。感念之至呢，是身为台湾人，感念地心公带领民国的先人，开万国的二千有之旗。风风流出山川，做移民的世界，碧罗南路，一介山林，至今，我的后代祖孙仍然依照先人所建的基业，开展宏图。今日唯有真心、真意、爱乡、爱土，专心专意发展台湾，壮大台湾。地心公给一心不可，一心不可如何积污发汗还诸天地，是创个的完成，是值得咱最敬重的历史人物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